说这个督二脉意念所在这些穴位上，比如这个督二脉上重要的一个这个天眼啊，就是这个天眼就是上丹田啊、中丹田啊、下丹田啊、尾闾啊、命门啊、大椎啊、命这个玉枕啊、百会啊，就这些大的穴位，就是手，然后意念往这些地方放，然后慢慢它自然会循环。就是其实真正的通顺，你这个。第一，它不这个气脉不绕着走；第二呢，里边一定要能量充足的循环才算真通，否则它叫空转合成，就是你想象的通了，好像感觉有热流啊，感觉，还不是真正的通了，你是没感觉的，知道吧？真正通了，就像婴儿一样柔软全身，就是婴儿是没感觉，它有一个热流在循环，真正就全身柔软啊，就是这些不会这。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想问一下，还有正，还有做就是很正直，要做正气呀、就是因为我们脑子往外想，它这个气才歪了嘛。还有经常做是纠结，我们有时候拿起来放下，纠结，这个气也容易打结。但是心气不二嘛，心跟气一样，你心有时候折腾啥，气就是啥样，慢慢就出现，就气就不走正规脉道。本来就是人家正常的一条道路不走，就走到一边去了。那我想问一下，任督二脉它到底是在哪里？按正常的，这也是人编的感觉，就是从前边到后边这样一个循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穴位经过那样一个前后循环的。任脉是前边，后面是督脉。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要管你任督二脉，你现在不知道在跑，就按你刚才的说的。你把那个气，从这个中间，这样子，让你的意念从这个气这样子转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个意思？他一般是意念，就是他在南的话，一般都是守意念守在这个气海，气海有一个下丹田，就是肚脐下，一般三肢半到四肢的有一个地方，就是但是要前气后上往里守，就往后。在肚子里，把肚皮给缩进去是吗？不是意念，你意念守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意念，你现在意念你在哪儿？你是在听我说话是吧？你意念在听我说话，现在你就是意念不再听我说话了，意念守在那个地方，就往里看内观，哎，好像你的意念放在了那个地方，把意念放在了身体的某个地方，然后守在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这气海，这叫气海，这个海能量足的话，它自然推动就从后督脉上、任脉下就开始给你循环了。你不用自己导引的，它本来就那样走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一般它就是能量不能充足，因为你念头很散，你不能很聚精会神的坐在那坐很久，所以它就老是不能充足。还有就是你心念的邪不够正，身口意不合一。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脑子里行为上的都不一样，这样的气就不走主脉道。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然后我得怎么修？静坐要。如果你修大多的，就是修就是一手比较好一点，就一手下丹田嘛。我现在先把不管是怎样就卸单，一手卸单。你为什么要修任督二脉？最主要是。啊？你为什么要修它？反正就很好。对呀、啊，对身体会好好，就是说对身体好，那你就意念每日就意念守在这，不要动就行。然后做事、做人，心里想的、嘴上说的一样，心口也是言行合一。做了就是做了，敢于承担，有错必改。然后呢，就反正就是做个正直的人吧。就是正。直，所以脉也正直，否则你就是歪的。然后纠结的是不做，就是让你纠结的是不干。尽量的，反正你这避免不开，遇上了，那你尽量的调整。能有几个小时，我不要就想那些东西，我不想。那这是只是个简单的入门，路上的就是你要真的说修气脉的话，这个太多了，就是在修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说就是这个阿金说有后边的尾闾啊命门这一块啊夹脊这一块啊，就是胸椎对应的这一块，还有玉枕这一块，这个通的时候很辛苦的。
一般通很难通的，这块很窄嘛。狗仔气能量真的完全的就是能量在循环，就像婴儿那样就打开的话还是有些那你看我现在的状况从哪里修转好才可以把你如果是喜欢修人读二脉，你要一定要修的话，那你就是一手直接一手一手下丹田，但是呢，如果你修人读二脉，最好是去找道家的老师去求教，你不要向我问，因为我不修人读二脉，所以因为我不指导你从修人读二脉这样修，因为里边有很将来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调身暂时的，作为一个修禅定的辅助，说哎身体不好修一下这个可以。但是说你专门修人读二脉，最好是找道教，就专门修道教的那些老师去学。气脉不行，因为你能量的聚集，你每天在耗失嘛。很多人认为通了，其实是个假，就是空转。他认为很多就里边能量不充足的，所以一般对修行要求很高，尤其修道教的，专门修气脉、无为啊，进入就是你要学，也要学经典，就是广西呼吸啊，你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啊，无为。你能量才逐渐的充盈。其实它修完人读二脉，大小周天也是，如果你大小周天全通了，其实心理上的很多执着也破了。修身通过修身破修心，就是心性上的执着。但心性上的执着破不了，你身体气脉也转不了，过不来，那是一样的。所以那个尤其那个火，最后道教修气脉，它是配合炼丹的，炼内丹的。那个火候很难，那火候就是你的心态心念，那个心念在那个的能量聚集到最后要炼丹成的时候，那个火候要么就是气寒了焦了烧焦了什么，都是因为心态把握不住。对境起心嘛，对觉受着相，内外着相，然后对境起心一晃动就，尤其关键是，所以你看那些修道他到最后修内的，他都是闭关坐在那，就是单房里啊，他修炼的这几十天动都不动，不吃不喝。他的心性上其实到最后要求很高，不是简单。他修内脉、修气脉、修内，他不像简单的武功啊，气功修那种拳术啊，外就是那些拳修那些，我开始我通过一些方式就练，所有只要涉及到气脉脉络这些的，都在心性上有要求。因为心气不二，心性上如果你看不破的话，你始终就在肉体里边折腾，你始终就在这个这一堆这一米几的里边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你折腾不到千人合一的，你折腾不出去，你就那点能量，你能怎么样？你自我不破，你就那，你这个自我不破，你就那一米六，你一米六的你就那点气，你能咋地？你切切合合的破了自我，用宇宙的能量来，这大小周天才能真正彻底的，我们通是都通的，哪有不通？只是有些能量不充足或者不正不满。那如何才能聚到能量？忘无我，不要在意你自我的觉受。首先是你是由什么组成？你是一个头脑是吧？再加上一个身体啊，身体叫眼耳鼻舌身意是吧，就是这个六根嘛，佛学叫，就是你就是一个意识，就是一个念头意念，就能想的东西，再加上这个肉体组成的是吧，这两个都是虚幻的。这个肉体有种种觉受，你不要在意，这个念头有种种觉受，有种种想法，你不能在意，不能分别，不能着相，这个好了那个不好了，这个快了这个够了那个近了，这个美了那个丑了，你不能动，保持念头不动，不要在意自己的觉受，这样修呢你就很容易聚集到能量。忘我吗？就是他们说什么你不要听，你就坐在那边不动，先从那样，后来你听了也不动那你不什么也不做了吗？是不是那样意思？刚开始是在坐点不动，通过身体的不动来达到的，但后来是在行走坐嘛，不管你做什么的心不能动，你在做的心不动。
不要被自己的，先不要被自己的觉受转，然后不要被外界的境界转。你要是你再问我问题，你要是修行或者是想做这个，你最好先确立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最好是先明白，不能说别人说哦，人听说的修这个好，我就去修。去电影上也说是通人多二脉是好事情，我就跟着去打通。你连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然后你去，这是很盲目的一件事情。你首先要搞明白哦，他们为什么要打通任督二脉？他们任督二脉的具体的位置，从哪个百会呀、到尾闾呀，或者是到命门啊，到哪个穴位，然后从哪个穴位走的通道？这个任督二脉出自哪？从哪来的？是谁提出这个修这个段的？从哪个教派来的？他们通过修这个来达到什么？你先要了解这些，然后你再问怎么修。你都不了解这些是从哪来的，你都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修，然后你就不断的问我怎么修，就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我不是不说，就想回答你的问题，是我觉得跟你探讨这个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你根本就前面什么都不知道，也很茫然的问这些问题。如果你了解了前边，你再修了，你问我说，老师，我今天修任督二脉，我想，但是我哪块我不舒服，或者是我走到哪一块，那我能回答。我说你继续怎么样，这样可以。那你都问了呗，我都不知道为啥修任督二脉，任督二脉在哪呢？怎么修？我想修，我应该怎么样跟聚集能量？就是你不分左右，就捕捉到一两个这个。名词，然后你就来，就是它是个系统的东西，你知道吗？它涉及到了道家练内丹的整个过程，任督二脉只是其中的一两个名词，知道吧？打通任督二脉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人家是修内丹的，路过中间打通任督二脉那个地方，你是想练功，还是想修行，还是想学什么？我是想。学点别人好觉得好的东西，我都学。不，我是想把那个心啊，能开起来。既然它开起来了，就能把它保持住。开起来保持住是什么意思？就是心觉得。已经觉得整天觉得很开心，就那也保持住。就安住这个开心的状态。是怎么把它给安住？你不要辨别这个状态。如果你有个觉得开心的。说这样就是开心的话，那你换个样子你就觉得这不叫开心了。你不要给这个开心下个定义，那所有的可能都叫开心。开心只是一个状态，知道？你写从脑子里不要给所有的状态下定义，这个是坏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开心，这个是烦恼，这个是散乱，这个是清净，这个是什么？这个你不要下定义，你就看着它。它开心也是一个状态。烦恼也是一个状态，散乱也是个状态，清净也是个状态，都是一个状态，都是我的一些状态，我是没有动过的，我只是看着我在出现脸上出现这些状态，就像云在你这儿飘，那些状态就像云在你这儿飘，你是不动的，这就是个修行的切入点。如果你这样安住着不动，你就看着这些东西，你就会保证住永远开心。只要时间久了，开心就永远存在在那，你只要不动。不要跟着开心跑，也不要跟着烦恼跑，你只要不动。不要想留住开心，也不要想留住就去掉烦恼。烦恼来了，我要去掉，你不要加这个念头，知道吧？我要去掉烦恼，我要把开心留住，你不要加这个去个留的这个念头，只是不动。只要不动，时间久了，开心就永远来临了。你不是想留住，说我永远保证这个状态吗？永远保证就是不要动。先修，这叫定力啊！先修定，不分别修，这就叫不分别的定力。这个修好了，比打通任督二脉还厉害。